综艺节目会邀请来自各地的女性同台竞赛，每一季播出都会成为讨论话题。没想到除了表演内容外，近期各个姐姐们的酬劳费也意外成为关注焦点。十三日微博上就突然疯传姐姐们的出场费用，从曝光的名单中可以看到最高酬劳的人就是谢娜，可拿180万人民币。再来就是演古装剧爆红的张嘉倪，可以拿130万人民币，可说是相当惊人。而在名单中的台湾女星，拿下最高酬劳的就是 Ella， 可拿走120万人民币。至于最近被网友议论纷纷的徐怀钰，则是只有30万人民币的酬劳，和 Ella 整整差了4倍。不过网友看了也纷纷表示 ，Ella 酬劳高真的有道理，她不管舞台魅力还是演唱技巧，水准真的都超高呀。Thank you.